欣赏群口相声铃铛鼓，表演者关秋海、烧饼、喝酒华、啊、掌声欢迎。坑来了，看谁都有。上台要唱两句啊！好嘞，感谢大伙儿啊！今天还是这个我们三个人很熟悉的场面，把两位哥给请过来了啊！继续咱们再演一场，咱们还是介绍一下吧。昨天演了100分钟，今天注意点时长。别让单位领导给我打电话。啊，好的。昨天那是那表坏了。昨天已经你看，领导是给李哥打电话，反正非给我打电话，哎。所以说丢哥哥演出就是你放心他扛雷的，今天是你也不知道他这话那头怎么说的呀。都赖秋海。咱们介绍一下那旁边那个我好师哥烧饼。谢谢不用介绍，不用介绍。怕、今天领导打电话，你有误会。哦，昨天没你啊？对，就没提我的事儿。行，那昨天这个也是我的好师哥啊，叫何九华。行了，可以了，别耽误我们时间了，好吧？不耽误时间。喊名字喊全了，老喊花花，跑着尿碎来了，好家伙！太刺激了，快点，够人呐！快点！行，我是这个结巴什么？师哥的师弟，我叫关秋海，谢哥。滑！挺好。这个咱有什么说什么啊？这个跟两位师哥在一起，特别的开心。我们也很荣幸，对吧？你也别那么说，大点声。别那么多，这么一个机会，大家伙儿都比较兴奋。哎，因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得把师哥叫过来，多跟像我这样的演员多演一演呢？蹭一蹭你的流量。谈不上。什么意思呢？多叫过来以后，你比如说今天甭管演什么节目，几个人一排练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一个成长。我以为是个惩罚的。演不好那是惩罚，演好了那是一个成长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老说这个台下你最活，就是我们这个台上那个段子，你怎么对出来的，台上怎么演，这个对演员是一个成长。有很多演员，当然他们没有这个机遇，我有这个机遇，我很珍惜，很珍惜跟两位。关秋海把咱们行业的核心全托盘了。珍惜，很珍惜，因为这肯定是最后一座。对。别那么说。哦，下回我们跟张小白一样。我一会儿插过来了。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咱们您分析这个事儿啊。您比如旁边那个云子哥，我师哥烧饼。哎，云子哥呢，打小就跟着我师傅。我们来说，打一进队，我也是先进那几队。甭管怎么说，在这个德云社的这些个规矩，包括相声里面这些规矩，开蒙，所以说是我哥哥帮助我开的。这个咱得说感谢秉光，对不对？弄得我又还有点懵懂了，我还有点抢师傅活了，还人家知道报恩。哎，这是。那后来为什么你一开始挤兑呢？就是我挤兑他来着。他学的太快了，太聪明了，这还。后来呢？工作安排对不对？你们德云社呀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不是也在一起吗？还借了一个德云社。问领导，离开就饿了。说这个意思，因为什么得跟秉哥多学习呢？秉哥打小跟着我师傅，有很多东西，哎，在师傅身边耳濡目染。对，所以说，哎，咱们得学，我们这还是要熏的。对了，对，而且现在咱说实话，比如说这演员啊，拼到最后啊。拼的其实这个技巧，大家伙都学的差不多。这三番四倒看，再往后学呀、拼的就是啊，这个演员的知识储备量。我这话您怎么能说出来呢？人都得成长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师傅为什么在相声界，在就说在德云社里说，怎么说出来还挺不错的呢？
就说在整个文艺界来说吧，我改说文艺界，文艺界对不对？相声界咱不熟，这文艺界是啊，咱比如说我师傅一说出来，人都得说师傅这文化水平确实高，领导还得给他打电话。哎，爱学习爱看书，但是确实学历低一点，没办法，这没关系，后天可以补。哎，对，而且得额钱，多看书。这是我现在经常的刷抖音。哎，抖音也有很多什么知识。哎，我都不看，不感兴趣。那您看什么？您看什么呀？啊，三十街拍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这些呢？我们俩刷的都差不多。那叫三里屯街拍吗？人叫三里屯看妞大队。还是得教我，还得教我。这个说完饼哥了，咱为什么我得像饼哥说这个，这话头抻出来了，我得说。你看，都是九字儿呢，我们俩就是二品。当然了，这个华哥人家本来是头顶就有人家，犯了点小小的错。说这事儿干嘛呀？你让你给人叫来添堵来了，是说信呀？给华哥二品这说了，给华哥二品来了。当然，人家二九里面人家也是师哥呀。但是你说跟人家能学到什么呀？就这个台上啊，什么问题？说跟人家能学到什么呀？不是，这是一个引用句，引用句就是跟人家跟你能学到什么？哦，就是一问句，什么都学不到。哦，包括饼哥，今儿我有点大言不惭了，哥，就是您跟人家也得学。哎，我怎么我学的还凑合？哎，快开口啊！您我学怎么平视？我也知道，不是那个，您看啊。我能问问您是什么毕业的？您大胆的说出来，跟这有什么钱，对吧？大胆的说没事，不是还不如烧饭呢。给许了，我让小学的怎么样？这行啊！但是我前两天我参加高考来着，这班的啊，这班的高考啊，小学没参加高考，那怎么不能承认高考吗？能承认。成人高考不是成人高考，我问你，您参加了？我参加了。行，不问成绩了。好家伙，你干嘛问呢？我考那分还没有报名费高呢。这报了，谁可留？人都说我才是老校长，您自己老校就是云子哥做榜样，自嘲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我也是啊。哎，对，我要问您呢，这我学历也不高，您是？我进过最神圣的这个学校的殿堂，就是中考的殿堂，知道吗？中考我还是没那么中考那我没有啊，我上初中了，参加中考了，而且我成绩也很优秀啊，说比您那个分高。怎么了？人家小学人就高考，我中考我60分，怎么了？哎呦，那我高考报名费花了1000多呢，然后总分考60。对呀，关键我这60分有30分是体育分，还有30分是少数民族，对不对？我一共得60啊。你进考场了吗？进去了，写名字去了。其实不进也能加这60分。哎，那不定加谁身上，得写名字。对不对啊？我说我英语也很优秀啊。当然他就优秀，当然他胆儿大呀。对，那是一般人臊的吧？谁好意思写这破名字？那破名字谁上哪官会写吗？哎，自己官司汉。官司汉。别人给麻了，好家伙，官司汉，奠定了你的演出技巧。那当然，范哥，官司汉。自个儿笑话吗？这个啊，这咱得说了，这个都得向人家这个何九华老师。说这么多是为说这个？那当然了，好您呐，哦呵，您是没有猜错的话，是大学毕业了。不知道吗？您说何九华老师，你用张着，何九华老师，这么远的，蒙德云社，还有蒙德云社，中国传媒大学，什么哪儿？大学，要不就说清楚，要不就别说，对不对啊？中国传媒大学，哎，这么说好听啊？哎，我不是那宝梅拉线大学啊，你是传大的，你是传大的。传大那也得说是中传的，哦，对不对？中传建中国啊，传播集团。那你跟高峰老师一个学校啊？高峰老师水产专业，你拉着高峰老师出去拉皮皮虾去，我容易把他们学校学生压死。
没破印子。我什么传播集团呀、啊？我跑学校半工半读去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当船员吗？不是，不，您都说对了吗？传媒大学，您怎么改了？传媒大学嘛，对，传媒传播大学嘛，不传播，没传播，是传播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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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播。哦，中国传媒大学，哎，你看这方面就得。干嘛呢你？大学生呢？没事，咱都一样进过高考的考场，好吧？羡慕羡慕，你们俩恶心谁呢？你们俩恶心谁呢？我没进去，我连城市高考那个殿堂我都没进去过。都不上殿堂对不对？我连那个校门我都没进去过，我都没钱交那叫那不叫校门，那叫考场啊。啊，城考的校门，您那一千多块钱花的是什么费用吗？报名费。对，我连那个钱我都不给呢。我有那个钱，我一千多块钱，我还给面膜呢。好脏在刀刃上了。哎，所以说，大学生有大学生的风俗。哎，那这个老话怎么讲？哎，说我老黄那句老话，说怎么说来？砍的不如炫的圆。不是，不是这句老话。你要说什么呀？你我也不知道，愣猜呀。我得问饼哥，因为饼哥这个知识含量比我最起码多一点啊。啊，那句话怎么说？欲与高人怎么说来着？哥，欲与高人，岂可击毙而失之？对。你要把高人全击毙了干嘛呀？哪儿就击毙人家？打死你们，我就是高学历的。哎，最近上头一击毙你，击毙你，击毙你，行，说说吧，说说吧。欲与高人岂可交臂？交臂而失之？什么叫击毙而失之？而高人全没了，对就我高了吗？不是，要不全失去了呢？对。欲高人不可交臂而失之，人家说的是不让是又是遇到高人有什么不明白的该请教请教，别吝啬，别觉得这事丢人。哎，对了，这学问就是什么呢？这叫即问之学。哎，对，跟相声一样。哎，对了，所以今天这么着吧，我今儿来这么多活动，我也不怕您各位笑话。人家就是花钱笑话咱才，是吧？我得笑话咱是用包袱让人笑话，你不能笑话我的人品。我自信很强的。差不多得了啊，我力量也有限，每天，知道吧？我也不想每天都在台上打。我就说什么意思呀？就是不能吝啬，该请教就请教，我没觉得丢人，我一点不觉得丢人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什么都不懂，凭什么觉得丢人？你在我眼里，不是你该不想喊吗？我吓一跳，谁吓谁一跳？不要离我太近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不看了，就是今天我遇到你了，我可遇到一个正经的大学生。那您之前遇见都是不正经的？谁呀、啊？我那个搭档就是不正经的大学生。你看这下了场了，领着女朋友俩人回家了，你看这玩意儿，你就回家干什么去了？哎呀，人家那女朋友是高人啊，岂可交臂而失之啊？回家击毙你！别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，什么时候给人击毙了？手机都有偷听，一会儿晚上回家你没打开抖音，击毙你！打沙滩排球，排球怎么打的？都是这个，没有。我说今天既然遇到了，比如说咱们这里面，你比如说要是台上的业务问题，我肯定首选找饼哥，对不对？这没毛病。但是你说台下有什么问题，自己不明白的，你说大学生，中国传播没就马上上学了，就问问您啊，能给解释吗？我说我看您问哪方面呀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问题，谁都有不明白的呀。但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，人也不可能做到无不知、破行通，对不对呀？这话对。所以说我有问不明白，你也可以问我，我也过来人了。那是我，你别冒犯我，就问大学生的，您可是他活的年头比你长呢。你不是有生活上面的问题？你说咱也听听。那您要知道，那行，那您要知道，就是您二位都帮我解决一下，咱有什么矛盾，我说都行，咱也能解决。什么家庭矛盾咱也管。那天好像我看了一样东西，呀，不明白是为什么。有这么一样东西啊，圆咕隆咚这么大个儿，三角的脑袋，四管儿，后背啊，三条金线，大耳扇。哎呦，哎，就这样。
他那个声音呀，极其的恐怖。这官司案啊，咱说说，咱说说，咱给大伙解释解释，这孩子是少数民族，是吧？他是蒙古族，加三十分。对，他蒙古族，他这蒙古族呢，这蒙古人确实就是惨点，是吧？他们竟骑马，没见过蛤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听见了吗？什么叫没见过蛤蟆？什么意思呀？这玩意儿不就这个吗？我告诉你了吗？啊，蛤蟆吗？这是蛤蟆。小时候多读读书，小蝌蚪找蛤蟆吗？我能不知道这是？小蝌蚪找妈妈。哦，这找妈妈。找蛤蟆干嘛呀？还他妈妈不是蛤蟆吗？那你不能给省略了吧？哦，就是蛤蟆。我一劲儿跟你说，三点脑袋后边三条金线，我才不知道这是癞蛤蟆。蛤蟆我不知道，青蛙我没见过，我没见过呀。你不是刚才说你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的原因是，他这么小的个儿啊，为什么叫唤出来的声音这么大？太简单，麦克风啊，呱。我以为你多明白呢。咱也不知道，你这个顶多弄弄晕了，没有麦克风的事儿。那天就是一下完雨以后，你在家里边，你都能听见他在外边叫，离得特别远，那声音大极了。你住蛤蟆坑里？没住蛤蟆坑里，我们家大兴住蛤蟆坑啊。你说大兴干嘛呀？你我得先说明白那地儿啊。我靠，我们家也住蛤蟆坑啊。那不得了吗？我就问问你，这为什么？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原理啊，不知道原理，麦克风咱解释不了啊。这个是，你大兵都能解释出来吗？为什么？你说下一个问题。啊，没有下一个问题，这是仿生学的事。你先把这个声音不叫这个吗？怎么发音？管行是吧？为什么这么小的个儿叫唤出来的声音这么大？对。对，问得好，问得好，我稍微给你编，稍微给你琢磨一个，就是啊，这原理，你说，你想它蛤蟆个儿小是吧？对，但是你看它那特征，你说它嘴大啊，对吗？对，脖子憨，肚腩也大，它叫唤声音它就大。啊哦，是不是原理？你看师傅那嗓子叽撩叽撩的，我打的不是憨嘴，差点大。行了，咱们怎么认错儿啊？哎，确实。我懂了，有点那异曲同工。您的意思是从他的外表分析，就是他嘴儿大，脖子憨，肚子大，叫唤出来的这个声音就大，一定是这原理，一定是这原理，是吧？对，共鸣嘛，就是，对，对吧？对，讲对，共鸣，相对能增加共鸣，增加共鸣，拿哪发音啊？就是丹田嘛，丹田嘛，缺外也叫劲儿嘛。对，你等着啊。什么毛病？演一半改对口相声，看见了吗？这叫什么？垃圾桶。用英文怎么说？垃圾桶。你要说垃圾桶，我都信你一半。观众爱听这包袱啊！垃圾桶，好家伙，乐跟什么似的。那现在是摸不着就对观众爱听什么了，我信你。这是最传统的技巧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垃圾桶各位为什么摆这儿让您看？垃圾桶嘴儿大，脖子憨，肚子大，他怎么不叫啊？叫唤出来声音怎么不大呀？先叫一个垃圾桶，叫啊！哎呀，我操你！不叫啊！哎，你让大伙儿看一眼啊，这垃圾桶啊。这不塑料的吗？跟这什么嘴大脖子憨不挨着？这不塑料的吗？塑料的啊，它就不响。哦，放回去吧，放回去吧。哎呀，哦，塑料就响。那垃圾桶能响？塑料的，要不还得是大学生？那惨叫鸡吗？什么？惨叫鸡也塑料的呀？一掐。啊这包也能强，说还是学技巧用的好，还得学，我得还得学，是吧？哎呀，还是学
这叫一不乐茶，你俩真不是一个鸡种，我跟你说。老出怪音儿像话吗？不是，炳哥说这对呀、啊。想的呀，什么惨叫鸡呀、啊？惨叫鸡啊！为什么想了？惨叫鸡，它这原理。这么一捏，它是嘴上出声啊，但是它是因为下边它有一窟窿眼儿啊，它这样窟窿眼堵着，它是不就不出声了？它有窟窿眼儿，它就响了。嗨，响了一跳，有窟窿眼儿，那所以它就响了啊。哎，那你还有耳朵眼呢？你这耳朵眼怎么不响呢？来，用你这俩耳朵给我来交响乐，来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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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来，小天鹅，快点。我疯了，我来不了。快点，快点。我弄耳朵，我自己还跳。对呀、啊，弄耳朵，鼻子应该行。鼻子行。我方便点儿。哎，这耳朵，这耳朵是吧？这耳朵眼儿，耳朵眼吗？耳朵，哎，这不是肉吗？啊，肉的就不像。哦，肉的。哎，要不说还是人家喝酒滑呢。肉的响了。你把手捆上，咱们说相声好不好？我们不能攥着说呀，那响的确实响啊，倍儿八响啊，我这边不响，这边响啊，响了，打响指嘛，有这个人都打呀，对不对？哎、对，哎，真是哎，你看这怎么响？你不是说不肉的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它确实响了，你不用瞪我，你不用瞪我，看，这不摩擦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肉跟肉给你摩擦摩擦，它就响了。哦，摩擦就响。哦，这么回事儿啊？要不聊聊别的？哎，那也不对呀、啊。你要摩擦响的话，那咱们空气当中有很多这些个灰尘，看不见的灰尘，相互之间也摩擦呀，也没见响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这些东西也没说，哎，比如说吧，现在这样，你敢保证没堵吗？肯定有点不堵吧。除了这个不响以外，灰尘跟灰尘之间没响吗？没响吗？没响。您不说它跟空气摩擦是吧？对呀、啊，然后你比如说谁家电脑上落了一层灰，这一吹也没说那灰噼啪啦噼啪啦噼啪啦响。没有，或者嗯，你想没有啊？那是没有，没有啊。灰尘是叫鸡吗？不是，你看，哎，相互摩擦没响吗？刚才你有问题，你说出来的呀？没，你说什么了？灰尘不是看不见吗？对呀、啊，看不见它就不响。嗯，对，不响。哦，你个嘴闭上行不行？你哦，看不见不响啊？那外面放烟花呢？怎么了？离你家屋里地叮当叮当，你没听见啊？烟花那玩意儿有药啊，火药有药啊，有药就行。那也不对呀、啊，咱剧场在广德楼，那旁边就挨着同仁堂啊。怎么了？同仁堂那边也净是药啊，也没见同仁堂炸了呀。废话。哎呦，给说来，你给我来点那个枸杞，好家伙，跟散弹似的，哒哒哒哒。还跟散弹似的，一个小子儿哒哒哒哒哒全炸了。我知道他不会炸，他不会炸。他上同仁堂来罗汉果跟炸手雷似的，哒哒。这不合理啊！上同仁堂给你买包尿不湿，他要炸了。谁上同仁堂买尿不湿啊？就是防起痱子的也有药。你听我说呀，你听我说，那同仁堂药才知道。对呀、啊。入口的，入口的不响，你知道吗？拿着入口的一进去，跟跳跳糖似的，头挺起，什么叫话呢？不响，喝酒还是挺可爱的哈。不响，知道吧？坐地铁哦，就是入入口的，他响不了。哦，不响，是这么回事儿啊？就这点事儿，入口的不响啊？对，那不对呀。啊？他那泡泡糖不也是入口的吗？那搁嘴里嘎巴嘎巴嘎巴嚼完了以后，吹大泡，啪，爆了，那不响了吗？泡泡糖啊，泡泡糖不有胶皮性吗？对呀、啊，有胶皮性的就响，对吧？有胶皮性就响。你穿那拖鞋来的，我也没听拖鞋梆梆，没听拖鞋响吗？废话，废话，拖鞋嘛，不拖鞋嘛，鞋它挨地呀，它沾地挨地，它就不响。哎。
挨着地就不行，那那蛤蛤怎么呱呱呱？它也挨着地，那蛤蛤也没有悬空待着呀。是，这蛤蛤不是那嘴大，脖子跟肚子大吗？那声音就大。那那垃圾桶为什么不响啊？垃圾桶哎，那我想起来了呀，它不塑料的吗？那塑料惨叫鸡，惨叫鸡啊！为什么不响啊？有眼儿啊？你这耳朵眼为什么不响啊？我想给你们俩放在桶里。没有，想说完了，那你耳朵眼怎么不响啊？肉的肉的肉能响，看不见亏钱。不响啊？你们俩来回问呢？没来回问，想哪说哪是不是？拖鞋不都改蛤蟆了都？你也不能踩俩蛤蟆出门啊？废话，对啊、那蛤蟆跟拖鞋能一样吗？别老让我举着这行。谁帮你拿去的？不是，就这点问题哪有好好问底的呀？都啊，就不能我来回问不行？我就告诉你，即问之学，即问之学。哦，别好好问，不能好好问你，还是我心里好好问你拦不住。哎，那你不是华哥？我问问，就是除了就是这种问题以外，还有一个小问题，还能不能问啊？我觉得你脑子有问题。不是，这能问，这能问。不是，我这个问题问。必须得问你了，你我删什么呀你？我热呀，你热，你热，你删我，啊？这什么原理呢？这是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怕是你就凉快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有技巧的包，大家伙不如垃圾桶好了。我得发音给垃圾桶。咱这么说。我这回问这个问题还真得呀、啊、让大学生给解释一下的，因为什么呢，这个问题是建立在这个哲学与神学之间的这么一个问题。找他找对了是不是？找他传媒大学的呀，他是一个媒介，上达天庭下达地府。我是一灵媒啊，没问题，你问你华哥难不住他，没问题，你问问他，没问题，问你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这句话就小百科。我说你给我扇风的，好家伙！哦，你这你是媒介的，你这是扇风的，好家伙！现在都给人看事儿了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我可就问您了啊！啊，什么时候找到算的？不是真的呀？对，要不那么火呢？我外号山塔罗，我跟你说，我怎么不给自己算火呢？我给我娘算火吧。哎呦，你最近运势不错。不要给咱。大块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问题真的是建立在这个哲学跟神学之间的这个什么学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问您呢。所以说，这哲学得问您呀。哦，这件事儿其实很恐怖。这就是前一阵啊，这个休息没事儿的时候啊，我去外边玩去。到这外边玩呢，走在这个盘山路上，我开着车，走着越走越黑，是越走越黑，手机还没电，导航也没有了。走在这个盘山公路上，正走着呢，你就下去了。别去啊！我以为是出了下去，出了下去，出了下去就没有出现这段了。正走着呢，打前面，黑黑乎乎的，这叫什么人话？这个黑黑乎乎的，你稍微听懂吧？他就这学历。我也没学历，反正那叫黑漆麻糊的，哎，这也不好听啊，黑灯瞎火的，没有灯，黑灯吗？你们俩别玩了，行吗？要不他看见你就冷了，凉快了，你够冷的了你。你听我说完了，前面黑不拉几的，黑漆麻糊的，对，黑漆麻糊，黑黑乎乎的，也不知道一什么东西。我说心想了，我看一眼吧。嗯，我就拿这个大灯这么一照。你哪有大灯啊你？有的车开着车呢。你不黑灯吗？对呀、啊，黑灯车是开着灯呢、哦，黑灯是路上没有灯。哦，我那车有灯。哦，我以为你连灯也给弄黑了呢。不是，没改装，没改装。我就一拉这大灯，啊，一拉着大灯。这什么车呀？拉大灯啊！大灯不都得照明亮才是大灯的吗？往后使劲拉，我穿年头墙了，得使劲一拉，大灯啪照出去了。他那灯口有一通塔，就是人力供电的，是吧？这种不是，然后自个儿就灭了。不山拉风箱呢，别玩了，很恐怖，我们越听越恐怖。我们现在听就挺恐怖的，车里搁一风箱还不恐怖吗？大灯。大灯
疼啊！那个打，一打的啪，照远了我这一看，哎呦妈耶！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您猜怎么回事？啊，前面猜我看见什么了？山怪。你不是，要碰见山怪我不怕，我这个不要出来了。前面一匹马，这马后边拉着一辆车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各位，马车呀！叫铃铛，你看我说的叫铃铛吧？真是，
这主机等同于铃铛，哪个地儿叫法不一样？东北管铃铛叫主机。啊？行行，你们家有电脑吗？我家晚上今儿晚上我上你家搬铃铛去。你到哈尔滨你就这么说，是吧？你看人咋打你赶紧说吧，铃铛，铃铛。它不是秤砣，是铃铛，要不能响吗？不是，那他大晚上没事挂在车底下干什么呢？这，哎，这有个名字，你不知道吗？叫什么呀？这叫拘魂铃啊！啊，那马，黑漆麻糊的，啊，那马是不是一般的马？什么马？那是牛头马面的马，那是出来的找你来的。揍我呀！一摇我这铃子，你轮儿就跑了，你这还拉风筝呢？怎么烧自己吧？哎呦，好家伙！我说这两天我魂不守舍的呢，哎，就是吓着了。你赶紧叫叫我，老北京娘们叫叫我，快点叫花魁，快叫快叫！谁叫花名啊？叫外号，这魂就回来了，快快！他回不来，外魂回来了。对吧？多谢，考试还得写个名字呢。你说说的对，拘魂铃。你是要给宇哥圆谎是怎么着啊？你是？不是，那怎么着？你没点上来呀？是不是？我要说呢吗？不是。你不是认可了吗？宇哥说了一半。哦，这玩意儿的确有一个专业的名词，叫什么？不叫拘魂铃。哦，不叫拘魂铃。不叫拘魂铃，叫开道铃。一边开道，一边拘魂。你别说，再给你换一个名字，叫开车铃。我没明白是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？能在哪儿碰见的呀？就是那个山路上吗？郊区山路十八弯，可以。好，好家伙们，在北京知道吗？在山路上，山道窄，容易发生交通事故。在马车车辕底下挂一铃铛，车走铃铛响。遇上那个坐车的，一听见铃铛声就知道对面来车了，我稍微躲避一下。我这样避免事故的发生，这么个开道铃，哦，就跟你开车那车喇叭儿有一个道理。说您说我叫糊涂人，人家华哥说这拘魂铃，开道铃，对，开是开道铃，开道铃，开车铃，这是对的，就是错车的时候一摇个铃铛，哎，自己就奔山下去了。还是错，给人家让道，还是拘魂呗。这个铃铛一响就死一个。行了行了，您这解释就明白了。开车铃，开道铃，对不对？真应了那句老话。什么话？读万卷书啊，行万里路。您倒做到了。哎，但我没做到。华哥，您要这么说，我做不到。我真读了万卷书，这事儿我就解释上来了吗？不免，对不对？但是万卷书咱没读。行万里路咱总没问题呀，没事就溜达着呢。啊，城市也有爱溜达的，杨鹤祥都走溜达了。我不大群不说相声，俩都看见企鹅啊，那还是没丢啊，去的挺远的呢。但是我跟壮壮哥哥不一样啊。您怎么了？咱壮壮哥哥，咱没那个实力走那么远。真肉疼，就北京的这个地儿，哎，就够咱溜达了。但北京都不小，是不是？对，就甭多说各位，就北京这些个公园，您溜一天绝对溜不完，甭一天一周你都溜不完。你看我最爱去哪公园？东单公园。天儿飞，你不是在山上的吗？你不是？我不能老在山上。你在东单公园那山上。这拉风向倒是挺隐晦。我这拉是那是拘魂铃，那是勾魂铃。哎呦，我说让我叫花魁呢，在山上一喊花魁，观众感觉好像。又是哪个鬼就来？咱说归说，脑归脑，不许拿这个爱好开玩笑啊！那咱们去哪个公园呢？我最喜欢去，别说嘛，最喜欢去就是离着我们家比较近的那个北海公园。你住故宫啊？他们家近，我也不知道他住的近，不是住那后头啊？景山是不是？那不是树下？你外号歪脖老母。拘魂吧，那地儿阴气太重，我不去。那你说你住家不住那边儿？海津住北海的海里，
么事儿？这太怪了，他们喝酒海吗？不是，你们别管怎么着了，我就爱去那个地儿，那个地儿最美最好。为什么起名叫北海？因为北京没有海，他弄了弄一片小河，就叫海。自从在北京看见海了，所以到那儿就不用去什么阿那亚。去什么东戴森不用去，我都没听说过呢。上北海就好比去阿那亚了。要是说还是去北海，别去阿那亚，贵。你那儿搭个帐篷，在北海公园一待，多美呀，各位！就跟去阿那亚一样。对呀、一模一样，晒太阳浴，对不对？给自己身上抹着的吗？在北海公园光屁股晒太阳浴，在阿那亚也不要吗？对呀，对呀。我什么？你们俩干嘛？我什么时上北海公园办艺术节？这对呀，不是，不是，师傅在台上说话，一你上这不就你说的吗？你不跟阿那亚一样？我说那个景色，我们李丹就如同是去了那个海边是一样的，人家所以叫北海。当时古人起这个名的目的，不是上那儿光屁溜晒太阳的。这不你说的吗？到那儿晒日光浴，就是美的景色。那我问问你，北海公园？北海公园最好的景点是什么？环球海啊。哪个公园有那个光屁股晒日光浴？现在都有北海拍海大队了，真是不爱观景。哎，有什么可拍？我问你，景点您这还不够是景点啊？你当那儿没有我阿妈也说我不能去酒店。咱说北海公园景点。咱别说那个不错，有一炸酱面不错。那炸酱面叫景点儿，谁吃着炸酱面看光屁股呢？没有，太下饭了。没有，拿观众海当副画儿。老北京嘛，我没那么酸，不是。咱们不是说那个，说你问一外地人，观众海哪儿景点？他怎么可不是？他得说得上来吧？看不见吗？这北海公园景点有什么？说九龙壁，不是比九龙壁还著名呢。孟城，孟城还可爱呢。鸭子船。鸭子船。那鸭子船是个有湖的地儿都有，那是景点吗？在阿那亚没有鸭子，没说跟海里蹬鸭子船呢，好像。怎么就非得不说那北海公园有个大白塔呢？马下雨，你再问我呀？那是标志性的建筑，为什么就不说呢？你再问。白塔寺也有啊。不是说那个北海公园那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白塔要高？哟，怎么绕过来了？你看看，北海公园那个白塔比白怎么的？咱们就说白塔寺，不说白塔寺，就说那个北海公园那个白塔。你看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又白又大又高。哎，我老去那个地儿，我就发现了，那个白塔尖儿上面挂着这么一圈铃铛。甭问，哎，开塔铃。琢磨这道理啊，这白塔呀，一直在那儿待着。明朝时期就建在那儿，他烦呀，他没什么事儿，他就想出去溜达溜达。怎么办？你溜达，你得让开这条道啊！他往前一走就是北海那海呀、怎么办？他得让那海给他拓宽一条道啊！他就冲着那海，推。去那划鸭子船去了，这白塔也是傻缺。什么话这是？说别的不让说，你说这玩意儿北海都在海里边待那么一年一年待的，还往那海里待，你往别地儿溜达呀？啊，还能往哪儿溜达呀？你看看那国贸那个中国尊刚盖的，跟人搞好关系，尊哥我来了。还尊哥？也可以啊。白塔往国贸溜达。对了是不是开塔铃啊？有一天你忘记了是不是开塔铃？不是那是鞠躬鞠
谁都压不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那个白塔上那个铃铛，马车底下那个开道铃、嗯，白塔塔尖上那一圈聚魂铃，不叫聚魂铃，是它叫惊鸟铃，惊鸟铃，对的，啊，惊鸟铃，就跟你知道似的，这劲儿，不是你这人怎么喜怒无常了？这会儿怎么又改惊鸟铃了呢？大家本身就叫惊鸟铃啊，那为什么呢？没明白。您刚才都说那白塔又高又白的，对，平时工作人员不得上去打扫卫生吗？没有打扫卫生的。对呀、啊，白塔怎么打扫卫生都站都站不住，没听说工作人员拿一套绳哒哒哒绕塔尖上自己爬上去，自个儿爬上去，那拴着绳上去，然后跟那拿抹布跟那擦。就是的，白塔那哪有蜘蛛人啊？不，白塔公园有一擦塔的职工。不是，没有这工种，没有套绳，有这工种啊？啊，连保洁干的就是这个擦塔，也不光擦塔，人可以搭一架子啊。这边套马绳，没有套塔的呀，是不是这道理啊？会有人打扫卫生，打扫卫生，打不是那打扫他这玩意儿没点白吗？这不是啊。啊，因为会难免 啊，有这个小鸟飞过去啊，这个白塔上边拉屎搭窝，那怕什么呢？那不是影响美观呀？哦，这是古建筑，不能影响的呀。那然后呢？所以塔尖上安这么一圈铃铛啊，风吹铃铛响，就把鸟给惊走了，避免这给鸟在上边拉屎搭窝，惊鸟铃，避免鸟在塔上边拉屎搭窝弄一圈铃铛。对呀、啊，吓唬人家鸟。这是古人的智慧啊，也非常聪明啊，这古人太孙子了。人家鸟飞一天了那么累，就想找个地儿方便一下啊，你吓唬人家干嘛呀？你这闹肚子上厕所方便点，我拿一铃铛搁脚滑，我吓唬你，你还方便得出来吗？拉的更多。吓拉了呀，然后遍地拿铃铛吃，你这不合理。下回你上别的地儿拉屎搭窝都行，就别在白塔上。哎呀，你拿山日光浴去随便，我这儿干嘛呀？对不对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您这意思，就是白塔上面那个铃铛就叫惊鸟铃，防止这个鸟在上面拉屎搭窝。对的。哦，铃铛。哎，你们他这脑子也不行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是。要说平时我这人啊，稍微得有点见，哎，这我承认，对吧？见多识广，咱起码是在北京不光一个白塔，俩白塔呀，白塔这叫妙英白塔啊。对，按理来说，北京白塔最早的，得说那白塔寺是那个，建于元代，嚯，对吧？你知道什么呀？你知道？这知道是哪个派的那个白塔吗？哎，说哪个派？嘿，萨迦派的白塔，懂吗？藏传佛教萨迦祖师跟这建的白塔，为了纪念他的母亲。哦，你以为那35块钱的门票白花呀？真看那告示牌，记得真真啊！你听，这事儿真真的，学着点，确实得试试。那回我为什么我瞧见过那个白塔寺的白塔，我惦记我去那儿我都看了。哦，都看了，哪个塔的都得转转呀。比塔吗？哎，没事来比塔吗？对呀、啊、对、啊、没事我转转塔溜，我这儿带孩子好溜达。哎，我带孩子，没带孩子我好溜达、啊、哎，去白塔呀、啊、去这儿那个后边那叫什么花市场啊，都后海吗？哎，南锣鼓巷。嗯，那挺好，溜达溜达、啊、溜到他们家了。啊，我们家离这不远，稍微往下一出溜达。一出溜到我们家住滑梯上了，这个啊，什么玩意儿？一出溜就到了，就他们家这一出溜就到，走两步就到了。走着走着碰上人了，谁？何妈。何妈？怎么明白啊？何妈是就是我妈。哦，我也头回听，我妈叫何妈。何九华他妈？哎，这么说吧，哎，何妈，那也能叫何母啊？你妈是水母。你看，你不高兴吧？废话。行，哥们儿，哎，倒是这花枝招展啊，老太太真是讲究人。怎么？那天的 OOTD 啊，那绝对是上等。咱得有点儿注意力。
得稍微上点档次。这边这头没明白哥，什么叫 OOTD？ 就是那天的穿搭。哦 ，OOTD 干嘛 ？OOTD 啊，穿了一身旗袍，一看这料子就好。旗袍。可是啊，您从这个苏杭那边给买回来的。哎呀，有这个苏锦。哎，对对，绣的是百蝶穿花呀。那苏绣我们讲究啊。风一吹过呀，百蝶如飞似舞，活灵活现呀。就感觉蝴蝶呀、啊，在那花上活了的采蜜一样啊！这手艺太高了。哎呦，这七八二只躺蜜，你知道吗？那可能我妈给我邮了，是那是你妈吗？这么大一妈开饭？废话，你还说我妈躺蜜呢？反正就说吧，就说这旗袍绣得好，让王永成服了。哎，如飞似舞，活灵活现。啊，哎，好像那天啊，天儿也就我他妈穿这旗袍。啊，什么天儿？哎，大风天儿。多大风？七八级大风。那那蝴蝶肯定是活灵活现。哎，如飞似舞吹的，好家伙，赖三十的天啊！冬天，我妈穿旗袍啊。然后这蝴蝶在上面就飘着呢，如飞似舞，在马路上碰见的。对呀、啊，你以为站门市里呢？快快陪你我妈呢？不是跟大红女扣碰见的，就站马路上。啊，哎，你妈就穿一那个丝的旗袍。啊，哎，然后跟着站着，哎，丝的旗袍，哎，跟着站着，那就看见蝴蝶来回来去跟着抖了。这是蝴蝶抖了，是我妈抖了吗？你妈也不是那蝴蝶，跟着来往来去抖了。腊月三十没风，我妈就嘚瑟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往这一站，咱们过去打包了啊。那是。哎，我说老太太，嘛今天跟这儿？哎，跟这儿，我这正卖花呢。卖花的啊？鬼街不有卖花的吗？他爸就开鬼街了。哎，卖花的，我就拿卖单儿、哎。卖什么都卖。哎。别提饼哥，饼哥是讲的就好，就好了，那正听着入神呢。哎，你去干什么？做点小买卖嘛，卖花卖烟都行啊。那行，行哎，卖什么不卖？老太太怎么做什么？就别说这卖什么不是卖。哎呦，我爱听再来。哎，我这一站，哎，到了花市站，我说哪天上家瞧你去，就是太冷了，我们就站外边带着孩子呢，站不住了。老太太说：“得了，嗯、走吧。走”老太一扭身往边上窜去了。踹过去了，听着我妈怎么那么惨呢？出溜，哎，一打眼儿，老太太讲究人，不过 OTD 搭配的好，别提这词儿了。听着我妈跟那大院子老太太似的，那怎么哎，脑袋啊，盘着头，啊，盘头讲究，盘着头啊，跟旗袍配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脑袋后边有一小嘴儿，嘴儿上，我妈有嘴儿吗？有一簪子。簪子、哦、哎哎，一米四大簪子，我妈鼻儿都堵了。哦，你妈家那个拐棍儿，哎，白天插脑袋上，晚上拿这个抽火苗子，空炉子拿这个啥呀？没听说过的。哎，一米四大簪子，没有这么大的。你妈就是想站在鬼街当一个显眼包。我妈跟她一样，哎，这手拿个花，哎，穿着一旗袍，上去百蝶穿花，这是留着蜜，这是啥一铁簪子，一米四的大铁簪子，我都不想翻这个，翻下去就说难受。你老说了你妈干什么话呀？在鬼街的都说了小龙虾了。没功夫打了你妈！我妈这一身不比小龙虾可口。咱聊这干嘛呀？你说的。说了他干嘛呀？这事真麻烦。妈哎呀哎呦哎呦，往这一插，这放面干什么呀？这一插一米四大簪子。别一米四，就这么长就完了。反正跟方便筷子似的吧。哎、插一大簪子，然后下边当一个哎花蕊。花蕊，上面花箍子，花箍子，花箍子下边有这么一铃铛。哎，对，同问，怎么着？惊鸟铃。没毛病吧？你这说这么热闹？没毛病吧？北海不让拉，这儿还不让拉吗？对不对？这鸟飞一天了，到夜不赏，鸟也不容易，鸟俩翅膀飞啊。憋得难受啊！这翅膀飞，这翅膀捂着后边，实在憋不住了。得
么鸟想法？那猪呀、啊，那居民啊，生怕鸟憋不住拉自个儿脑袋上，一人都得擦一身子，一晃就把鸟往脑袋上拉，是吧？合理？什么合理、啊？在你妈脑袋上拉屎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不能在白塔拉，怎么找你妈呗？你妈不是蜂蜜吗？对，白塔不让拉，我妈让拉呀。那怎么着啊？那不能找我妈呀？那就在不能不能找他妈？怎么？他妈的大兴那边儿，鸟逼不到啊，是吧？对，憋到有你门就不行了，是吧？路太远了，你们等着去呀。天啊，那怎么了这个？你说怎么了？那饼子说的多合理啊！你不是吗？那地儿拉不了，就找那地儿呗。他比你还混蛋呢，知道吗？干嘛这么说你？我说是不让他，他说是让。废话，你还坐花穿成那样呢？OTT 吧，先包吗？你就是 OTT 蒙蔽我的，知道吗？不是，那怎么着？你说怎么？我妈脑袋上簪子底下坠那个啊，不叫惊鸟铃，开闹铃。你们俩给你妈结婚，你给谁开钥匙去？什么呀？这脑袋这个啊，叫长寿铃。不是不是开脑铃，不是。哦，我今天包上车位，他一晃就，他一晃就车位了。我以为，哦，不是这意思。不是，我告诉你了，但这事儿你不知道啊。您说，我听。我妈过六十大寿的时候啊。我琢磨着给老太太买一点什么，嗯，但是老太太现在生活不错啊，不缺吃不缺喝的啊，得了，打一个这个金簪子吧啊，哎，底下有这么一铃铛啊，送给老太太，喜欢她呀，健康长寿哦，长寿啊，我明白了啊，行，这是您的一份孝心啊，啊，那是这房子，就是一晃呢，铃铛就响，一响老太太就长寿，就长寿，那你打铃子打大点啊。哎呦，你别打这么大点小铃铛，那声不打远啊，打大铃铛啊，老太太插着呀，是吧？走哪儿站边就有一大铃铛，老坠着是吧？我要是鸟，我也跑那儿拉屎。什么玩意儿啊？你们说这多可爱，外号叮当猫啊？妈才叮当猫呢！我妈画蝴蝶，我妈叮当猫。怎么也背不住，嘿嘿，花花的世界，嘿嘿，你妈也听这个呀？然后你爸给接着了，原来你是一只九岁的蝴蝶，还真是适合在鬼街上。那等于是这个开导票，不是开导票。长寿我都听明白了，哎呦，你们俩老瞎说，大人说话你听着点，听，还得注意，就是这个是您的表弟，是孝心使长寿铃，是这意思是吧？我这不是逗你，我能不知道您送这长寿铃这事吗？我见着老太太了，跟你俩逗我玩呢，这是。我那天我在北海公园，我见着老太太了啊，那老太太不是还聊半天呢啊，那在那老那么多人，我一看哟，这不是河妈吗？对，他也会。我说阿姨、啊，你妈该叫我要死鬼。河马，别闹，人多人多，不行。你是怕他那大三子加上你？人没到，三子先到。你身小龙虾味，刚才还跟人说呢，我们俩说话，你稍微后边待会儿啊。你也好好听着点儿，哥，您有点讲话，没有，阿姨哪能这么不正经呢？阿姨很正经的，阿姨没事，经常白天我知道的是，你看阿姨没什么事儿，归完家务了，出来遛弯，这叫什么呀？没脑子，不是什么话，这是出来遛弯叫什么脑子？天又有神儿，出去又有神儿的。哎，那天我瞧见了，你妈不是一个人，老太太不是一个人去的，几个人？我旁边还跟了一个。还有一个，来跟一个，那这什么关系？我爸呗，啊，我爸呗。哎，还把子大爷，华哥，哎，没看见吧？哎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我这怼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铃铛太大挡住了。我知道那大铃铛，我知道那大铃铛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别说，话都说一半了啊！我妈旁边跟着个人，男的，
你家老头说我爸啊，你叔我爱我叔还年轻哟，你叔还年轻，我老年轻啊，你觉得正眼眼光差一点啊，正眼这么高五六岁，下回先说五六岁好不好，也吓我一跳，一跳这谁呀、啊、这是你妈的私生子我真想把那大铃铛给你扣上，不能说吗，我一猜这么隐晦肯定是有点事儿，往事上说呀，你别往事上说，那不是那不是私生子，你有份儿吧，你有弟弟原来没有弟弟，没有弟弟，没有弟弟，这谁呀、啊、这小男孩，耳朵跑开了吗，老板娘要是放开药就别叫私生子，知道吗？这小伙子，上回大学说话就是严谨。谁？您俩要这么聊，就别隔着我。他都往事，他都往事上聊。人家没说私生子的事儿。他都往事，碰一老头不是你妈，你看他都老往事上聊，他老扒拉事儿。老头可不是他妈妈，老头不是他妈，那男的。我。你别乐了，我没乐，你妈哥们儿插小龙虾，我私生子这还不让人乐，我得插小龙虾，我没插小龙虾，大茄子不是晚上到小龙虾吗，这个有那个小孩个儿高个儿这个这是谁，这你们还不知道吗、啊、我哪知道啊，这我儿子的哎呦，我说这你孩子你是不是发生事儿了，真的，就是你儿子，那个吹不上热搜，这个吹上去是吧？看你最近挺消停的，是吧？出门了，好家伙！这个给人别老大，你别废话，别废话，最近那个太消极了，得先进点方式。这不讲究助力，你助不助我啊？这样的也得师傅添堵。说说什么呢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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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给师傅添堵，咱们高老师白上甘肃没问题了。哎呀，还是你们说话，我得有大局观，我大局观，这有多局观，还是甘肃邪的，还得赢点，这有的事儿就不好。哎，有没没有什么事儿，没有什么事儿，到底有没有这亲儿子，嗨，出去怕什么的，对呀、啊、您都知道我琼海呀、啊、最喜欢小孩了，哎呦我一看这华哥的孩子，哎呦喂，我当时我恨不得给他两口奶喝。你躲着来吗，太棒了，这有什么可闹腾的呀，对不对啊，那小孩喜欢喝那个旺奶牛奶酸酸乳，那没奶没奶呀、啊、还酸酸乳，不是叫又酸乳，喜欢我喜欢孩子，这是也都是毒奶，现在得三位一来的卖的小孩最爱喝的喜乐，哎呦也没知道，这我小时候都知道，还现在三位一来的呢，哎那爸爸爸爸找个包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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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对不起，宝贝儿，哎呦，叔叔朋友，叔叔抱抱吧，抱抱吧，这不是孩子吗，你怎么不喜欢孩子，哎呀，这跟孩子玩，姐抱抱抱抱抱，哎，我这一抱孩子能还怎么样，这是谁爱喝甜水，我这一抱孩子怎么样，我抱起来我这呦呦呦高高吧，你呦高高小孩愣了，花洒了，要买了像话吗，这以后小孩以后高高小孩都爱乐、嗯、他这一乐大人肯定开心，那我也开心呀、啊、哟我大宝贝谁逗谁呀、啊、这是俩人互相逗着玩呗，我喜欢小孩嘛，哎呦哎呦高高哦，哎越悠越高，小孩越乐声音越大，嘿嘿哈嘿嘿，得你看叔叔力气小，卖了都多少铃铛了，我这白卡的铃铛吗，我卖点力气啊，走看你中国尊了都
经进厕所了，然后把孩子扔起来，在大学生厕所还再转一圈。我这太见着了，太高兴，太兴奋。这也不能胡说八道啊！没用，哪能？这是咱得用，这一用你啊，我弄了他这个叶果根了，是吧？叶果根了，我这一用，小孩的小手在前面，你猜怎么着？哎，王浩，就得说两句啊！爱说说，你们家孩子五六岁，好像戴一小手铐子，叫银手铐子。哎，倍儿开心，倍儿开心，小孩儿。哎，哇，也爱，他都明白。哦，银链。哦，对，能弄开。五链，你知道？哎，那银手镯上面，那关键奇怪的是，挂了一圈铃铛啊，这边挂一圈，这边挂一圈，也没那么多。好看啊？怎么？长寿铃嘛，怎么改长寿呢？怎么能是长寿？你想啊，这跟你妈那脑袋那铃铛一样长寿铃嘛，这准是你儿子呀！你太喜欢你儿子了。你儿子六十大寿的时候，你跟你媳妇已经死了一百来年了。我现在就该死了，可能。你儿子把你们这坟刨出来，然后一看，这个尸骨埋的就剩这么一根大腿骨了。他也不敢认这是不是我爸，这话就埋个嘴啊，把这个大腿骨翻过来这么一看，上面刻着的喝酒花，有点刻意。纹身啊，纹身，当年小时候把纹身，纹身纹骨头上。别的那么多行吗？啊，废话，纹我腿上，我不问你。那他怎么能证明这是不是你的，可不是写的你的名儿吗？刻棺材上不行吗？棺材真的是真的一点都不保鲜，下回拿外卖盒，没听说过的。外卖盒是何景华，埋了一百来年了，早让人刨了，早让人刨了。就这样，我倒要。对呀，万一哪个说相声想变身大褂，不得刨你门去，对不对？我穿着大褂进去的。你这命也就是这紫布来了，当小袍子穿的。这是我爸爸来了，过生日吧，爸爸这还有一单，祝祝我生日快乐。一个顽皮的小孩啊，啊啊啊啊啊啊啊，感觉这两天哄孩子来了，啊，是吧，宝贝儿？开心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. Happy birthday. 老伴儿，我这大腿骨，给他解释。我儿子带这个，我气乐的，我这是气乐的呀。我儿子戴这个不是长寿铃，手铐不是手铐，那是这铃铛叫百岁铃啊！你看，各位，这师哥说话嘴里头有一句人话吗？改多少回了？不是改，那怎么又改了？哪个都就一个名字，这个就叫百岁铃。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，我给你讲话了吗？您说我听着，就别往下延展故事了。行了，你给我还回来了。这么回事，我儿子早产，不足月儿，人不是十月怀胎吗？你儿子呢？仨月，猫三狗四，仨月。我当然不知道啊，早产吗？太早了，就不到九个月，不到九个月，对，八月，九个月，对，八个月零三周，啊。行，这好，还不足月儿，这早产，七活八补，得了点。嗨，这不还是死了吗？七活八补，八月零多天嘛，不就相当于九个月？哦，行，对，啊，行，不是早产怎么了？干嘛人家呢？人都说早产儿啊不好养活，宰了呀！你出不问呀，哥，早宰你早过生，知道了吗？等你有儿子了啊！你个什么呀？废话，那不能不养亲儿子呀！哦，所以呢，有一老姐儿说带孩子出去认干爹，嗯，让干爹镇着这孩子。对呀、啊，然后等到满月的时候，干爹镇着这孩子，你怎么老有话呀？我听听你爹说让干爹说托这孩子吗？给孩子多点福报，不然怎么敢镇着？你生出一纸片来是怎么着？我也不知道。找干爹。你们家孩子，你们家孩子是妖精。好的，那你得是
佛宗当干爹，是不是？他给他讲儒释道啊。也不用，不用，我懂他那一套，知道吧？再说找诸葛亮啊，找两圈干爹镇上你来，找两圈干爹呀、啊？哪有镇上孩子？你哥说的对呀、啊，为什么叫镇上孩子呢？对呀、啊，那孩子本来就早产，你再镇着他，好像那叫怎着？那叫。不合理啊，就护着那孩子吧。啊，对，行吧，保护那叫太麻烦了，我还累呢，累笑累了。所以打一手镯、啊，上面有一铃铛、啊，认一个干爹打一个铃铛，认一个干爹打一个铃铛，铃铛里面有福，镇着孩子。哎，干爹护体吗？干爹护体。所以叫他长命百岁，茁壮成长，百岁灵。这也长不起来呀、啊！怎么长不起来呀、啊？这四千干爹，好家伙，这俩手都四百来斤，坠着你弄俩哑铃得了，别弄铃铛了。所以没有那么多。哦，没找那么些干爹。对，没地儿找去，就找双头一个。用不着，用不着，就是一个手带四五个铃子啊，四五个铃子。哦，那也有十个呢。哥呢？您别看这华哥他们家讲究还真多个，那是这老讲究、啊。他们家老北京人，对，真的，真的老北京人。他们家祖祖辈辈老北京人。哦，老北京可不都是祖祖辈辈吗？祖祖辈辈在元朝那阵就他们家就住这儿。是的，我们家建白塔来的。对对对，他们家老祖先就是塔工，塔工，后来塔吊子彻底失业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这反正老北京人他爸现在自己老北京亲戚。老北京习气，对，老北京习气，揉核桃六鸟，斗蛐蛐，全是玩好玩。哎呦，他们老头好玩，那是个玩主，玩主，是个玩主，玩了，没毛病，一天不闲着，那可不。哎，晚上啊，广场舞，来跟老太太们玩。咱不是柔和，也是老太太玩吗？跳广场舞也是跟老太太玩啊，也是种娱乐。对呀、啊，玩完之后，半夜包包子。给家办一个广告呗，做早点啊！哦，做早餐。哎，做早点不会卖啊，就会玩。我以为出去练摊儿。哎，不练摊儿，包得了包子之后 啊，拿着钓鱼去。啊，是的。早上起来钓鱼去啊，把这包子扔河里。打窝子啊，打窝子，拿包子打窝子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喂鱼。什么鱼能吃大包子？孟鹤达。孟鹤达，孟鹤达告他了。孟鹤达告你爸说这包子喂鱼好，拿包子喂完鱼，这边下钩，谁还能上钩啊？这个钩子都包子，鱼都够了。哎，对了，然后就那钓到中午、啊、回家，哎，遛鸟去。哎，对，打野去，在北五环外。租一小院啊，哎，没事弄个狗，对，哎、带着鸟，家里边有鹰，哎，养鹰，哎呦，养鹰啊，对，什么鹰？什么鹰？苍鹰，哎呦，养苍蝇，真脏，这可不脏吗？真脏，不是苍蝇，什么鹰啊？苍鹰就是那大个的鹰，苍鹰，对，不是苍蝇，你爸养苍蝇。我以为你说苍蝇，苍蝇就是大老鹰。对，大老鹰。哎，没事啊，这边架着鹰，这边架着狗，哎，就出门了。狗也架着呀？这提摩托呢？不是，牵着狗，架着鹰，架着鹰就出门了。哎，没见他吧？我没见过老爷子，但是您说这鹰这事儿我还真知道，是吧？因为有一次去家里头去，看过有一张老爷子跟鹰的一张合影照片，哦，是一张黑白的落地大照片。老爷子那就是不是落地大照片，黑白的啊。老爷子跟鹰的合影，那鹰站在他爸这皮套上啊，那嘴儿叼着他爸血管啊。他爸说：“好家伙，我们把凶案现场打出来了，这是那死亡证明。”对了，打哪儿？没有，就是一合影啊，也不是黑白的，这么大死亡合影？死亡合影了吗？反正有那鹰，养一般生人不让进。哎，进不了身儿，对吧？对，那鹰我记得挺凶猛的，戴眼镜儿，戴眼镜儿，不是有眼罩，戴皮套，哎，戴皮套，他怕看见光是怎么着的？哎，对对，避点光，奔那儿就去，是吧？不惊着啊！对对对，手上有爪子是吧？手上有爪子，这个羽毛开始糊涂化了，不是那个，就是这个叫什么？这个鹰爪上，鹰爪上，鹰爪哎，鹰爪子上面，哎，对对对，就那么玩意儿，那是龙。也有找在找上，哎，找上有一项圈，是系着家庭住址，啊、就跟那鸽子似的，身份编码，跟那狗字似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啊、然后这儿有一铃铛，对，甭问，哎，百岁铃，哦，对吗？
鹰啊早产，没到月科的时候呢，就把自个儿的蛋呢就打破了。产妇的早产。哎，对了，意外吗？意外早产，就是鹰在别自己从蛋里给磕出来的，扑了出去了，掉地上了，早产。哦，哎，还有气儿呢，你说是？咱俩组就不份儿干，对对对，还有劲儿呢，早产怎么办呢？哎，家里边有讲究吗？哎，带着鹰子出去认干爹去。等会儿吧，对，干爹认着这鹰。对，人家爹认着了，带着鹰出去认干爹去。对呀、啊，认的谁呀、啊？鹰子干爹，你想吗？啊，火鸟。火鸟的干爹呢？长颈鹿，牛吗？长颈鹿是干爹呀、啊？那就是中国尊了。谁打的？谁干爹？对，对，像话。找白塔呀，白塔人那多，白塔就没有早产。那时候盖多了，那是、个、啊，没那个，不是吗？鹰宠着干这个，叫女人流。那你哥说不错，这他是不错啊，他上肯定不错，是吧？是啊，引人灵，引人灵。为什么鹰挂这个叫引人灵呢？我爸嫁的鹰啊，出去上郊区打猎去。那嫁给狗怎么办啊？不嫁狗，没嫁狗，不嫁狗。你爸没嫁给狗。你什么？我没说，你先你个牛子，狗脸的，看我没说什么。废话，你要嫁给狗啊？离了。我爸不牵这狗啊。行，我爸不牵狗，牵的嫁鹰，什么话呢？我哥你。疼不疼？我甭管了，你说吧，也都乱了。你要不说，我都说完了。行吧，你说两句吧。我包儿挺好的。还挺肯定吧，我操啊！对不对啊？牵着狗啊，但平时打猎的时候不牵这狗吧？啊，放鹰出去逮兔子去。哦，逮小猎物。对，逮着之后，是不是就打到草丛里了？对呀，俩人在草丛里蹦吧。啊，但是我爸可看不见呀。那草高啊，草丛一人来高，我爸看不见。但是鹰爪子上不摔灵的吗？拿你妈那大炭子，我妈扫雷去了。说呀，你说这鹰跟兔子一蹦吧，这爪子上铃铛是不是就响了？对，当当当当，对，我爸就知道哦，哎，在那儿呢，顺着铃铛这声音就找过去了。哦，这么个引人流。哦，听见人，听见这个声音了，把人引过去。对的，这么一个引人流，啊，就自带导航啊。哦，嗨，你们也过去了，这真真真没有。你赶紧跟他道歉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，就顶个捣乱。但是我跟你别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你别看我跟你道歉啊，我你呀应该感谢我。我怎么还感谢你？我给你家帮忙来的那天。您给我们家帮忙？我给你家帮忙来着。帮什么忙？那天我跟老太太有一面之缘嘛。啊，老太太跟我说了，孩儿啊，我也以为是。叫周海吧，我跟你说，你华哥最近太忙了，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儿啊，他都不管。你看你不也常年在北京，没什么事儿吗？你也北京孩子，没事上家帮帮忙去吧。得了，老太太既然说话，咱该去就得去，毕竟这是我们的长辈。嗯，那天我就到华哥他们家去了。他们家那屋子是平房，平房都在大屋门啊，我推开门我就进去了。进去这么一看，这院里没别人，怎么着？嫂子在院里坐着呢。哎，正在洗衣服呢，前面摆一个那个大的盆，洗衣盆，对，洗衣盆，弄一木板在那脱衣服，啊，撩一下，哎呀，没穿着超短裙儿，哦，哎，连超短裙都不穿，有时候这夜正洗衣服呢，我这进去，我说嫂子，华哥，我这哥还没出来呢，啊，这一看我来了，站起身来，转身就奔屋里去，哟，他这一去，我这一看。在脑袋后头戴朵小红花，红花上面挂个铃铛，红的呀，什么引人铃？感谢您，感谢您，感谢您，各位掌声鼓励，比大马褂累的哈。累的哈，这两天难得有这两位哥哥哈，跟着我这儿做后唱，今儿纯属哄着我玩，喝酒喝酒，花后腰都疼。
还真是有点儿，对吧？不能再去听了。这个刚才说实话，从一上场开始啊，这一段节目整场我这个都是夸华哥的，对吧？都是夸你，你也好，老娘和母也好，何妈何妈对吧？都挺好的。然后这么着吧，我今儿夸夸你哥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得怎么说呢？各位，咱得有理说理。饼哥真是照顾师弟的好哥哥。那是。一般情况下啊，我们这行传统艺术讲究的就是什么呀？我们的，咱怎么说呢？这个礼仪是看的是最重的。这一什么呢，哥哥？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呀。我要想捧您是好事，说您的好。有那么多缺点。您比如说，甭管是师傅还是师大爷，哪怕是师哥来了，当师弟的你要站起来，师哥您辛苦，我们这见面的道辛苦。为什么？这是礼貌。对，比如说像饼哥来了，我应该先给饼哥把水沏好了。嗯，饼哥没吃饭，我把饭给饼哥订好了。好儿子，这别好儿子，别好儿子，这都是当师弟的应该干的。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。您猜我哥怎么着？饼哥从来没有过说让弟弟花一分钱，各位没有，人家挣钱呀。饼哥昨儿来，哎，那我永远管我哥要东西。我哥就给，还真是。你看饼哥这玩手机呢，这新买的，比如 iPhone 14，我哥这好，弟拿来。别，我这手机里还有照片呢。我不担心手机啊，我的手机给你，我导出来吧。对，恢复。这人私人用品，咱有眼力见能真要吗？他真给咱能真要吗？不能真要，这个真的，我哥仗义的不在这方面。我这人都不开车呢。我跟您说实话啊，比如说给饼哥订水、订饭的时候，饼哥真的都不用，对，钱都转给他。不转，永远是，这没转过。但是我哥永远是人家先到，真的。你看，是应该是我把饼哥请来演出吧，应该是我提前到等哥哥，人家哥哥的弟弟提前到这儿都是，哎呦喂，把水沏好了，到这儿先让我刘海水沏好了。来两口。哎呦，我哥，您别这么着，您不让我折寿吗？我给您买去，不要，喝我这个，你哥这茶也好，40000块钱一两。住了多少年的凉席儿啊？就为买这茶叶呀？对，我跟你说，就是那凉席改的茶叶。我说嫂子地主可没。来两口。哦，没钱地头。各位，你说你，咱不喝，你哥，你喝你的，喝你的，不行，我这是8万，昨天喝完之后就变4万，咱不喝了，喝就喝饼哥的。哎，一会儿这儿对完节目了，该吃饭了，人家饼哥立马把饭给订好了，还订炒菜，订别还炒菜呀，订的外卖，酒碗，酒碗，来两口，不是哥，来之前我们刚吃，来两口。不饿愣塞，看见小卖小卖，40000块钱一份儿。我不认识别的数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是8万，吃剩下的。赶紧来两口，快来两口，哥真不吃了，都是让。有时候你看后台后场嘛，有那个电子烟也是自己买的新口味儿，电子烟的新口味儿，等等，怎么唱？我拿着这个，就划来两口，尝尝我这，来两口。我这我说哥。是我不会抽烟就不会抽，而不干净啊。您给别人吧，就这一句话给别人吧。饼哥多仗义，站在三里屯门口认识不认识的啊，中华烟一人给一条。哦，这来那么老实吧，自己还抽电子烟呢。就仗义呀。我呢平时呢，你看平时没事，我演出多一点点，是不是？华哥有时候没事儿，经常呢跟饼哥走得近一点点儿，上家里去。那天就闹一小笑话，饼哥太仗义了。华哥到家去啊，一般都是推门就进，谁也不避讳。这刚推门一进就坏了。怎么？饼嫂啊，就我们嫂子呀，正那奶孩子呢。他这是台上艺术加工，真是华哥当时那个场景呢，真是不好意思往那儿。进门的时候，我把这笑声真忍不住。
对，眼睛一点不敢往那儿看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一点都不看孩子，很尴尬。这时候呢，饼哥从屋里推门就出来了。哦，出来一看，哦，饼哥在家啊，在屋里当时没出来，这一推开门一看，这个场景傻了，看着啊。看看何九华，回头看看嫂子，看看何九华，看看嫂子，九华，来两口，来两口，这有让的吗？好哥哥吗？他这一说，我华哥脸当时唰就红了。是，他这么说，你能这么干吗？不能，有来口吧？没酒。